我的身高161公分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小个儿、高个儿都可以穿。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不包臀，完全不会凸显你的身形，它就是直筒窄窄的。再来，它的弹性大小，包括孕妈咪谁都可以穿。下面还有做可可爱爱的小抽区，三个颜色都有哦。而且它的磅数真的，我觉得真材实料，整个柔软度啊、亲肤度啊都很保暖哦。而且它其实整件是做比较有垂坠感、有分量感的，然后整件都是做这种修身笔挺的。这种感觉它是有一点点小抓折的，所以它这边手臂的地方就是会有往内收又再往内修饰的这种效果。然后整件的领口的话是做这种半高领式的，弹性也非常非常好，不会勒脖子，大家不用太担心。再来，我穿到最浅的燕麦色，我觉得超好看的。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燕麦色会不会胖啊，会不会反而看得到什么身形啊、身材啊、贴身啊，没有耶、欸、这个燕麦色应该是大家最喜欢的，经典好看。然后上班族你还可以搭西装外套，